陈长雄偷台股东的代志，去用阿张着。这敢毋是陈长胜边啊？迄两个细汉。阮爸是想要请两位去啉一下茶。对是陈长胜，他妈变鬼变怪。谁甲恁先将台股东的影片搞出来？恁影片是本会局势上重要证据。这重要物件，我哪可以偷？以后的，恁得想清楚，到底是迄囡仔重要，还是囡仔要对永兴集团重要？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是罗安杰甲黄金跋落海，你准备插什么花啊？我已经不管什么天机啊，就算会魂飞魄散，我嘛要做一个公主事实。朱晴天，你叫唔对啊！安杰，你甲黄金杰失踪，甲我的死拢无关系，甲你无关系！卖乎你这只恶鬼，继续留伫世界危害大家，我今晚就要抓你走！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啊！就工地迄监视器哦，啥物拢无一条。阮就工地附近的车哦，一台啊一台啊问，总算叫阮着。这就算正常单龙泉偷台股东的代志，去往阿张着。敢毋是陈长胜边啊？迄两个细汉。敢毋知影对学校？宏图建设廖乾坤一边，我着卡，咱会使利用伊去闹面啊。你看恁每一个人，想要甲罗安杰到黄金以外的罪责，拢塞来我身上，所以我该当爱惊，该当爱防的是恁。关系我的事。今嘛，黄金杰啊是死啊是死拢唔知影，这一切拢是你害的。你真正派人暗算因。我看你想唔想听话，啊无，啊未啉着茶，就先配土豆啊。是甲恁先生甲陈忠先去造成计划共匪，台股东的影片露出来。去偷台股东迄个影片，是本会局势上重要证据，我绝对袂当交出来。敢讲这个证据会比家己的亲骨了？你真正了准讲，这世界上无神无鬼，你才你安尼为非善造。朱晴天，你叫唔对啊！安杰，你跟吴金杰失踪，跟我的死拢无关系，跟你无关系。我今嘛就带你走，莫害你这只恶鬼，继续留在世界危害大家。我今嘛就要带。